细看着窗外的那天，一缕云飞来带我去佚佗，勇气盼吹起出发的理想。我的心飞去你天边，我想要飞，我想要。流传世界三千多年来好滋味，大大小小的生人拢爱伊。这里的好食饼有啥物特别的秘诀呢？今仔日咱邀请到石狮饼店第十二代客星人，美丽又搁大方的杜丽小姐来甲咱讲。嗨，哇，大家好，我是石狮饼店的杜丽，阮家的粿仔饼上好食。哇塞，多莉，你上樱桃无代志的节目呢？真正足厉害的，那是当然的啊！我之前有讲过我的志愿，就是让大家拢介意石狮饼店。哦，多莉，你真正是我偶像呢！好啊好啊，卖一直讲话，即马先专心看我的访问。恁家的粿仔饼这么好吃，是不是有啥物特殊的秘方啊？当然有啊，也唔过。这是秘密，我最爱听秘密啦！今日要甲我讲哈，当然袂用诶，我若是甲你讲，安尼就无叫秘密啦。啊那无，我换只方式问好啊啦。杜丽小姐一定有啥物小秘诀，会用偷偷讲一下着无？哦，小秘诀，是啊，就是互人袂当袂记滋味诶，迄个小秘诀到底是啥物呢？咱真是想要知影哦，真是真是嘞，做你尽量放心啦。只要我樱桃小嘴无代志，卖讲，保证蓬莱生到绝对无任何人知影，绝对袂甲任何人讲，绝对绝对绝对袂甲别人讲嘅。安尼好啦，就西饼店和粿仔饼好食小秘诀就是，丫头，我给我过来，是秘密。哇塞，多莉，你实在很厉害的，你的嘴硬到像什么的，什么秘密都不会问出来呢？那是当然的啊，他是放上头樱桃没事情的，我不是阿爹啊，只要樱桃主播一知影，全蓬莱仙岛的人绝对都知影。也不过领导的心理真是很好的，最后就再说，而且你看我现在都上电视啊，心理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。不对不对，哇塞，跟杜丽讲的同款，生意有够好诶！一盒200仙钱，照这个人数来看，哇，真正是冒死啊！哎呀，买了足久，总算买着啊！哈，连碰风老师拢来买粿仔饼。哦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嘛来啊？恁好，恁好，恁好，恁几个嘛来买粿仔饼？就是啊，过年过节吼，就是爱食石狮饼店的点心，下手暧昧，你要卖完啊哦。哦，我无要买，杜丽讲今日要请阮食因家的粿仔饼。对吼，差一点仔袂记哩，石狮饼店是杜丽因家组团的啦。老师，后摆要买粿仔饼，直接甲我讲，我会亲身送去恁家，佮甲你拍折哦。哦，哈哈哈，安尼就先甲你感谢吼。也唔过，我袂因为安尼，就咧你的成绩加加两分哦。嗯，奇怪。啊？安怎是？恁看，迄、那个风铃怪怪呢，迄边仔的歌仔灯，被风吹到摇来摇去，啊唔过，
就敢那迄个风铃连动拢无叮当。哦，迄个哦，迄个唔是普通的风铃，迄是风妖风铃。风妖风铃？迄个风铃啊，平常时拢袂叮当，也唔过只要有妖怪经过，风铃就会叮叮咚咚哦。嘿嘿嘿，我要跟你开讲啊吼，我要赶紧回去，趁小吃糕仔饼。哈哈哈！哈，恁呐，嘛要注意妖怪影只，知影无？嗯，知影。碰碰碰，老师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学校见啦吼。恁看，迄、那个风铃在响呢。刚刚拄食起位人客是。出去出去，妖怪莫来妨碍阮做生意，出去。我只是要买只糕仔饼尔，你看我有炸鸡。莫啰嗦，不爱卖就是不爱卖。拜托你，卖只好我就好啊。阮是正正当当在经营呢，无做恁妖怪的生意。哼。要唔过，要唔过。我就是想要买石狮糕仔饼啊！不爱买就是不爱买啦，走走走！去。阿吉生，哎呀，小姐你回来啊！真好诶，会当食糕仔饼。哇，风妖风铃真是真厉害呢，这么好用。也毋过，我伫想，为虾米多利因兜无愿意甲糕仔饼卖予妖怪啊？吼，你伫讲啥跩呀？遐妖怪哦，拢是一挂想空想胖的歹物啊，拢是乌心瓜。咱上好离妖怪哦较远诶。话是安尼讲啦，也毋过，跩物嘛是妖怪，敢毋是？咱赶紧入去啦，若无王后，恁咪着甲糕仔饼食完，咱就食袂着啊。天才，你有听到无？有人在哭呢，咱去看麦啊。敢那是拄只风刮出来迄个妖怪，刷刷起来行啦，麦插伊。稍等下啦。这敢毋是小狐狸？臭虾，你想要小跑？原来拄仔想要买糕仔饼的妖怪，就是你哦！哼，无唔对，就是我。为什么你先家的人这么介意找我麻烦？我只是想要买糕仔饼，回去甲朋友做伙食尔。原来妖怪嘛想要吃好吃的物件，也唔过为什么买袂予恁呢？我哪会知影？阮妖怪蛮富钱啊，风来大家的店头拢挂风妖风铃。买卖物件给妖怪，无得靠这其中的原因，就是恁平常时想爱创敌人啊。阮狐狸家平常时确实真介意创敌人，要唔过我也无伫咧饼店内面乱呐。这嘛，啊有啊，安尼啦，你把钱给我，我替你去买。咁真实嘞？拽伊啊，你伫创啥？天才，这款代志也无啥。哎呦，拽伊啊！你安尼加管营养师，到尾啊惹麻烦。只是要食阿糕仔饼尔。拽伊啊！小狐狸，我去替你买。好啊。哎呦！拜托你替我买一盒韭菜糕仔饼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卖挖过来哦！卖着啊！啊，真好哎！安尼我就有糕仔饼，会当带返去给朋友啊！多谢侪呀！后盖有机会再来老乡村找我耍哦！拜拜！去老乡村耍，拜托的，去敢够有命回来？侪呀，你嘛是爱管人家事啊？哈，系啊！安怎？我袂记得甲赵的钱还伊啊！你等我一下，我随等来。这你，哎呦！
我袂记得甲走的钱行李。来，这是老乡村，这到底是安怎过来的？为什么咱会当一个啊为蓬莱大家走到老乡村？哼，这是我发现的秘密通道，你莫甲别人讲哦。哈？哦我袂甲别人讲诶，这实在足酷诶。怎样啦？敢袂当卖遐尼大声？啊，你伫遮哦？你好。我非常好啊。大伯啊，今日食粿饼。赞哦。怎样？你嘛来？我袂当叮当啊。你个逆目睭啊！啊，你卖逆目睭试看卖，目睭会酸呢。啊，这样不要紧，五秒钟了后，你就会当叮当啊。真正会当叮当啊！大伯啊，你知影无？今嘛规条蓬莱大街，四界拢挂风摇风铃，害我差一点仔买袂着粿仔饼。哦，新界的人到底在惊什么啊？咱若不是吃饭，唔爱付钱。就是讲啊，有够无胆的。紧嘞紧嘞，来吃粿仔饼。来，嘿。我哥呗。哥呗哦，好啦，再吃点。这个韭菜粿仔饼真正足好吃的。多谢小狐狸。其实这是蛇爷替我买，可是无伊甲我斗相共，我是买袂着韭菜粿仔饼的。伊叫做蛇爷，是阿星兄。唔对，伊是龙。莫唔对，我是小水龙。借问一下，你哪会知影我是龙族的？哦，我只要卡查一下。嘿嘿，就知影。多谢你哦，水龙小兄弟。嘿嘿，唔免甲我客气啦，我嘛就爱食韭菜粿仔饼诶。你足奇怪呢，新界诶人只要看到阮妖怪，拢会惊甲走去。也毋过小水龙，你拢毋惊阮哦？阮老师确实甲阮讲过。看到妖怪，想法紧走。为什么啊？因为老师讲，妖怪最爱吃囡仔。就好笑的。你个逆目睭啊！是勒，我挡袂住啊！怎样？请问这种妖怪？以前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香草莓啊，要不过我现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韭菜粿仔饼。不是每一个妖怪都会吃囡仔哦。所以你老师认为妖怪都是坏人哦？差不多啦。奇怪，要不过阮老师魔术也教阮讲，新界的人才是心肝最歹的歹人。若是阮无细里看到仙人，最好赶紧闪得远远远，别甲因讲话。也毋过新界的人心肝拢足好个啊。安尼为虾米我去蓬莱大街买物件时阵会互挂出来？我全同意哦。今个我伫新界，佮互马公甲囡仔惊着啊，真正足奇怪呢。我的目睭明明又够大粒又够水，这一定有啥物误会啦？无，下一摆恁去蓬莱大街，我带我的好朋友甲恁熟悉一下，因拢是好人。感谢你啦。偷偷甲恁讲哦，
石狮饼店未来的继承人，我可以读同班哦。嗯，真好个。阮哥是好朋友哦，一定会请恁食糕仔饼。嗯，小水龙，我虽然无你遐尼乐观，也毋过欢迎恁后界来老上村耍哦。我请恁食杭草莓啊。杭草莓啊，啊就唔免啊啦。好啦，嘿，时间无早，我嘛应该回去啊。阮朋友过来等我。嗯，好啊，再见喽，仔呀。嗯，后界再见喽。嗯，直接跳入去，跳入去。对啊，跳入去。来，对我来。目睭足酸个，妈咪，妈咪我啊！新来，凊彩无乱，别人是贼人呢。石狮饼店组团的发发精灵，被人偷摕去啊！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唯一入来店内的人，拄好就是这只妖怪。哈？什么发发精灵啊？我根本无听过。哼，卖在遐地气啊！我真正无看到什么发发精灵啊！都别改，互你看卖我做饼练出来的棍法。你来怕我了？哎呀！伊了啊！死嘞啦！死嘞啦！你别这样啦，我不是贼人，我不是贼人啦，小狐狸，很痛的，等一下，先是火人又来抓你，把你关进去大牢，走，咱紧走，看我，别走，你竟然帮助妖怪，快跟你啰嗦啊，我们去找老君主持公道，走，咱紧追。慢走，这两个贼的！快啊，你追过来啊！进来！小狐狸，等一下！追过来啊！妖怪，给我动了！先别起来，进来，你来，慢走，东呢？看我走去倒位啊？去瞧瞧看嘛。好。嘿嘿，想要掠阮？这条蓬莱大街，我绝对比恁两个搁较熟。小狐狸，你无代志吼？大概拢安尼。只要倒位发生歹代志，先家的人拢怪罪妖怪身上。莫插言啦，小狐狸，咱去找老君，相信老君一定会行你一个公道的。老君，也毋过，阮老师无输爷，伊常常甲阮讲，老君是心肝足歹的大歹人呢。哈？这毋是安尼呢？其实老君是我熟悉的人内底上有智慧的，伊一定会当查出真相的。怎样？多利，怎样？
你是安怎要带小狐狸逃走？因为小狐狸是去用无赖，伊毋是贼啦。怎样？阮家隔壁好食的壁柜，就是发发精灵。也毋过，伊即马无去啊。迄个时阵在场的，就只有小狐狸尔。就算安尼，嘛无代表小狐狸就是贼啦。我即马要送伊去新首府接受调查。不应的，阮即马要去找脑筋，证明小狐狸是清白的。哎，别动嘞！天才，怎样？只有到新首府才会当查出真相。不过，小狐狸是无辜的。是无辜的，就无啥物好惊的。住手！看，你要逼我动手是？好啊，你卖玩弄人。怎样？给我闪开！我不爱。给我动嘞！跟我去新首府。我不。假使不是你偷摕，你就别走啊！我才不相信什么仙界新首府嘞！规定不管安怎，你一定感觉妖怪就是歹人，变鬼！哼！我想要走！你给我放开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看好你的车，穿好你的鞋，手机拿着嘞，出外行十过。